目击心。卓安老师，你也是被那个副歌吓到了吗？就是后来那个雷电一闪了之后，大家赶快按钮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丽阳能不能回来，就看鸭子了哈。丽阳刚刚的分数是64分，现场给鸭子的总分是44分。谢谢。子安老师。其实那个破音那个是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。其实如果你一直都唱得非常好，你那个破音我会原谅你。嗯。可是我一直在犹豫说你唱的一直在那个边缘，刚好有那个破音给了我暗灯的理由。再来参加哈。好。下一届，第三届，对，希望还有机会站在这个舞台啊。下一棒，王思佳。学着不去担心的太远，不计划太多，反而更勇敢冒险，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哇哇哇，第一次遇见阴天，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，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，你的心老师在最后一刻把灯熄了。对，我其实从前面一直很想要进入那个状况，我一直到后面我都实在是进不去，这样子很不幸。我实在是到最后一刻，我还是觉得我以为你后面会把它唱出来，但是你还是这样子，就很整齐的把这个书背完了，这有点可惜，所以我很抱歉，我必须按下这个灯。有点危险哦，目前目测看起来，我们的暂时淘汰区的刘露纯是62分，王思佳今天的总分是77分，恭喜思佳过关。而且思佳那一来的时候，他还讲他才刚打完针过来哈。其实我现在是耳鸣的。我是说哈，而且因为我昨天有去看医生。是是是，因为他人不舒服啦，哈。而且77分，你满意吗？好，不哭不哭了，来，赶快恭喜过关，回去坐好。好，这一次呢，跟电视机前的你报告一下，如果呢你刚刚转过来这一台看的有一点点看不懂的话，这是第二届的金曲超级星，我们的评分的规则呢稍稍有一些改变。现场呢50个陪审团来自各行各业，还有不同年纪的同学，他们每一个人呢控制1分，决定1分。那么呢，所有的主审老师呢，5位主审老师呢，决定呢，每个人是10分，总分100分。今天我们31位，在舞台上的同学呢，要淘汰掉5位。如果您认为谁唱得不好，不满意，就可以把灯熄掉，好吗？下一棒，欢迎严丽婷。分手快乐。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，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毁灭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，离开旧爱像坐慢车，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，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。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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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不要听那个熄灯的，我们听薛松明老师亮灯的。老师，你说你为什么灯还亮着？
他有一种还蛮有气质的一种感觉，其他唱歌有种气质，有种单纯。其实我原本也是以为，我想他应该不就是怕会紧张，不过我觉得他的台风还蛮好的，所以我这个分有保留给他这样子。是的，是左安老师，我是觉得真的他的声音还蛮甜美，然后没有很 gay 搞做一些不必要的装饰音。谢谢老师。好的，目前暂时淘汰区的这个刘露纯是62分，能不能回到这个舞台？今天严丽婷的总分是46分。金曲超级星今天最后一棒，来来来，我们慎重的欢迎，来来，先来到我们这个舞台区 ，Julie 走过来的时候，只有阿布一个人站起来鼓掌，是阿布懂事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这些人哦。对不对 ？Julie 姐来唱歌哎 ，Julie 姐 ，Julie 来唱歌哎，拜托，她是那个演唱会的大户哎，开演唱会的大户，郭富城演唱会大家知不知道？她怎么可能来？请的谁请得起 ？Julie 姐请她来的啦 ，Julie 姐办的呢。那个新梅姐也有赞助了哈。对吧？先讲一下，先讲一下，今天看了这整个演唱会，是不是？好感动哦。是哈。对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那个我可以天不怕地不怕，哈、哦、是，就怕站在人家面前唱歌，是哈、哦，对呀、啊，哎呦，来大家赶快来下跪，快点，我不要讲演唱会的大赞助商。